做什么？葱油派，好期待哦！去。我的也要挪一挪，挪一挪。哎呦，我待会不能录影了，手都是油。哎，这个面皮传过去，一人拿一个，谢谢。一个拿一个。哎，拿好面皮之后呢，就给它压压扁。轻轻压一下。哎，棍子啊，棍子上的油哦，利用手上的油，不是我的油哦，这样子才不会粘在一起哟。来，稍等一下，参加三点要拔葱的哈，先把筷放好之后呢，再来去放给你们哦。再稍等一下哦。我们今天来做什么？今天来做葱派，葱派体验。第一名，那你第一名？第一个，我是粉丝。啊？草莓。哦，直接拔。加油！来来来！哇，杨慧成功，淑君成功，嘉颖加油！拿不动对不对？换这一颗。我可以这样子，可以换的，好来。好，那就可以。好来，好可以可以。啊，加两只手，一只手而已啊，只一只手吧。啊，只一手，哇，成功了，来吧，来看镜头，看镜头，耶！雪山山吧。认真哦，很认真哦，认真的女人是最美丽。认真稍微抬一下头好不好？啊，认真稍微稍微稍微抬一下头啊。好，稍微抬一下头。才知道谁。再来哦。哎，拿杯子出来。来，小心哦。来。哦，好棒哦。OK。好。有一颗那像星球崛起吗？啊，来体验游泳池，在韩式爱美的二楼，我刚从那个三温暖室走出来，然后二楼一些艺术廊。在这一零一，包来，所以坐猫来，每次坐不成。现在
抢时间。谢谢。啊，两个人坐。啊呀！已经那个了，屏息了。啊！我每次来，哎，那么远远都可以看到101耶。啊！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咱两个真的会拍照成这样？没有，在南门那个停车场那边，我这样看下去，我都手抽筋。看这个小姐，她很害怕。啊！哇！哇！心情都已经……那透明的你不可能接受了。我的天哪！下面都是空的喽。看前方很棒哎！看前方，看底下，看底下是惨。啊！我不要反它就。哇！哎，我真的第一次搭呢。来说心情。哎。到了，真的也很棒哎、啊那個！就是下菜可以了。你看，他这样子，哦，101在远远的地方，哇！嗯，透明的、哦，你看还在那上面。呀喂！来，暂时睁开眼睛，暂时一下下。转弯，我不晓得猫空缆车这么好玩的、欸。对，那个你还拍一张，你还拍一张，不是拍照，我是录影、啊，我不是录影啊！哇！这是高点，对，我们要看这个这一段哦。什么？来，我来环景一下好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的雅后哎，这是我们的书区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家椅，你看，啊，擦汗了，哇，怎么能擦汗呢？哎呀，我现在真的，没有做过，哇，好开心啊！4033公里啊，哎，牙慧来挥挥手啊！嗨，啊 ，Hello， 佳颖，我是录音的，我没办法帮你，他这个一路在那边震来震去，我必须要顾好我的卡车。哎呦，我的天、啊！那我们现在下山，等下要下去哦。哦，下去那个心情就可怕了。喜欢这样子，哦。他就停止了，我们大概是最后两班，最后两节，最后两班车，我们后面还有一对情侣，之后就停止了，所以要来坐猫空缆车不是这么的容易的事，我们下不了山，我们坐公车下山，那左边那个就是土地公，然后但是又有其他的车。很倾斜，很倾斜，应该是八仙呐、啊，对，应该是仙公庙，应该是说就是求财的人可能没有，不知道当初这个工程是怎么设计的哟，我真的很佩服。下来了，好开心啊！第一次来猫空哎、欸，那常常听到人家说来猫空泡茶，我们今天坐游览车上来。真的天黑黑了。这是窑烧那个烧烤烧什么？木炭窑，解说。烧了以后，
我不敢走进去了。烧完以后就变成那个木炭了。哦，我懂，我懂。它摆在里面烧。然后就是变我们烤肉的那个木炭。哦，你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导游，哦，导游淑君。吃豆花啦。露营啊。对啊。露营啊，你不是要剪辑那一种？check in， 可是在西门町这里已经算不错了啦。我还有住过更小的。哇，好绚丽的地方哦，西门町。我们来西门町红楼，他是自己选音乐厅吗？对啊，就是你选号嘛，比如说我现在我看中那个21，然后一二，就会有音乐，就是现在就是喇叭扩音出来的。哦。然后就是这一支211就是1200。你怎么知道它1200元？它这边有个输入展示座号、视听音乐及查询售价。哦，了解了。